们要讲到接吻，要示范咯。你要干嘛？你干嘛？聊天室不要闹，好棒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菜包的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菜包的包。所以我们是菜包二人组。那请问一下，阿包，你今天来是干嘛的？想要请教你一点问题。可是阿包，你看起来很像处男的，你有什么问题要请教的吗？我就来学个几招。因为我觉得是亚洲男生的问题，还是我觉得很多人做事都非常的不细腻。不细腻是什么？例如吃饭的时候不帮他拉椅子出来吗？像我之前不是讲说语言，你跟人家聊天，你要延伸你的话题。但是呢，我们做事情也是一样，但大家不要想歪啦，做事情吼。好啦，那个也算是啊，就是你不管做什么，就连动作，我觉得都要有一定的长度。这样讲好像有点怪怪的，就是要有细腻度就对了。譬如说，阿包，你觉得女生最喜欢被亲吻哪里？感觉有安全感？脖子吗？脖子吗？你会不会太色情啊？一开始就脖子，怎么会亲吻脖子有安全感？有亲吻脖子的话，可能就已经有其他某些方面暗示了吧。女生，我问过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也是，我觉得男生呢，有时候不经意的亲你的额头，你就会觉得特别有被保护的感觉，所以不是脖子。好，可以示范吗？不行，还敢给我示范呢？然后再来，我们先讲到拥抱好了。我先问阿包，阿包你都怎么拥抱的？这个就可以试了。你都怎么样？这样。然后嘞？然后。拜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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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Excellent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，譬如说拥抱了，然后就一直狂拍对方的背。有时候我真的被男生就拥抱的时候拍到背后面的凹陷，我觉得我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都要震碎，然后飞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要拍背，不是礼貌吗？所以大家会跟你隔一点空隙，然后就狂拍你的背，然后就觉得很尴尬还是怎么样？小时候啊，妈妈都会这样。所以你跟女生拥抱的时候，你是想着你妈妈？世上只有妈妈好。所以我在跟大家讲，跟女生拥抱的时候，有时候女生会喜欢一个坚定的拥抱。譬如说，哎，我跟阿包抱一次，你要身体转过来一点。你跟我拥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这样，就是拥抱。然后正常的拥抱，你的手不能就是这样子，你的手一定要就是摸，不是抚摸，抚摸就觉得猥亵掉了。你重点是你就抱好，然后坚定的拥抱。抱紧。对，抱紧。然后重点是，如果是能够再摸一下。抱到他的头的部分是这样的拥抱的话，会更有安全感。拜托你们不要再一直拍了好吗？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比较奇特的一个现象。你要干嘛？你干嘛？你手干嘛？好，我们下次不要再这么做了，好不好？要紧实，要紧实，就抱的紧实。然后重点是，如果可以抱到头，就有点爱意的话，抱到头；没有的话，紧实的话，你至少就是可以稍微就是测试人家有没有喜欢，你就稍微这样塞一点点就好，不要给人家这样乱，这样看不到，不要给人家这样乱塞，你就这样塞一点也可以。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好，然后再来，我们要讲到接吻，要示范咯。不要到处示范。你觉得接吻应该是怎样的？嘴巴就直接过去啊。你的意思说接吻就这样吗？就这样吗？对啊。你试试看。就这样子吗？那嘴巴微开吗？就是樱桃小嘴。樱桃小嘴会伸出舌头来？不会。太变态了。吻吗？就偶尔就还是会伸出舌头来吧。会吗？怎样伸出？怎样伸出舌头来？就反正自然而然的，可能就会想要伸出舌头来碰一下他的嘴巴，然后他就可能也会伸出啊，算了算了，哔哔，我们就到这边。反正重点是接吻这个东西呢，很多人接吻通常就是这样接吻或者抱着而已，不用再拍了，好不好？抱着而已。但是延伸出去，就在这时候，你如何让人家有一种触电的感觉？
你知道吗？化学作用让它再更加温，就靠你的肢体动作了。例如说，你只是这样单纯接吻 ，OK， 他只是觉得说，哦，我们接吻了，然后有开心，就这样而已。但是你要再加深一点，再加吻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加上你的手，手不要乱摸。但接吻的时候呢，我跟你讲，女生都喜欢男生用手这样子碰触她的脸颊，或是摸着她的脸颊。你只要这样做，我跟你讲，百分百这女生可以就是心里再有那种就是蝴蝶乱飞的那种感觉。你可以想象得到吗？我可以试试看吗？马上被打。但是在这个要介于就是你跟这个女生已经到暧昧的一定的阶段，或是她是你的女朋友的限定，好不好？如果你像阿包莫名其妙就跟人家说来接吻吧，你就可能会被警察被抓走。那如果你又像阿包说我可以跟你试试看吗，也一样会被抓走，好吗？所以我们不要乱做这些事情。所以阿包，你是有对象了吗？有啊。啊，有对象了。有。那喜欢你吗？可能感受不到。可能感受不到。那你有打算这三招里面，你觉得你最可能做的一招，最想做的一招是哪一招？拥抱。拥抱吗？嗯，就从拥抱开始这样子。不然其他都会被抓去警察局。好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基本上呢，今天就教大家到这边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还有分享它。然后呢，祝你们都能用这三招成功的让女生小鹿乱撞这样子。然后也希望阿包能够成功。然后喜欢我的话，记得订阅我，把小铃铛打开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